一个人换机关枪，那你换物资，我箭筒哦，你换这个好了。新道具，看一下哦，这个是僵尸死掉后掉的外碎片，加攻击速度，我没有足够材料，那就卖掉吧，十成呢，哇，先看一下，啊，好不是，那先卖掉，确定，然后开启。加工术是哪个？这个。那这个换这个。等一下，苹果录音，往下移，好了，这是，哎呦，白痴啊！造对嘞，大家又想打斗争了吗？哎，我是二十等就不会再加哦哟，二十加一。哎，我还是没有拿到狗狗的那个道具哎。
哦不，哎，这只也还好哎。拿到什么？远程伤害提高，加攻速，加换弹速度。等一下哦，看一下。继续。急急急急急！确定。啊，我觉得可以准备打 BOSS 了。这空袭看起来真的很爽。哎、欸，不是找汉堡吗？在吹不？这里？哦，这里。提升速度，哎呦，这个可以。认真。
超多哎、欸。继续。你的幸存者清理地板，或者一个基础道具，或者十个食物。收获真多哦，还有更多的哦。我上次就是开局真的是很好，开局马上有病床，再加上有医疗兵，然后就真的是都不用回去哎，而且是前期而已哦，整个超级爽。下面没路，好，去上面，自动贩卖机。贩卖机在哪？哦，这里。哎、欸，怎么一直在我这边？火箭发射器，购买。哦，就这个医疗兵，哈哈哈，我们无敌了！哇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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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各位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弹药供应商，我记错了，对不起。医疗兵是另外一个造型的。我怎么会记错？我的天，傻眼！很糗哎、欸嗯！走了走了，别在这边看笑话了。走了走了走了。笑屁哦！天啊，他才一等。没有啊，反正就我讲的嘛，有病床，再加上那个肥肥僵尸，那个胖胖的僵尸，就超好刷的啊！就胖胖的僵尸会掉道具，掉苹果，然后病床又可以这样子用，再加上如果你有打火机跟防毒面具的话，会有毒或者是有火，超好用啊！就可以这样子刷了，就真的可惜是没有医疗兵跟神父，打怪不会回血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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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啊，因为他是算杀僵尸才有经验啊。啊，可是我的道具是最低等级的会加一等，然后。最低等级加一等，然后最高等级又加一等，这个啊，最低等级的会升级，最高等级也会升级，所以我的第二只会是狂升级。哎、欸，这只也会等级起来了、欸。
我想继续一直这样下去，因为不是有个成就是可以多玩，那个威胁等级是很高很高吗？恭喜，冲啊！五，不在上面，往下走。赚钱啦，发大财喽！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！哇，赚大钱，发大财！哦，还有一只！哦，怎么爽啊？多捞一点。还有几间，还有3间空屋。冲啊！冲啊！你看那个最下面那只八等了。所以我那一次吧，我好像才玩15天吧，我就一对角色20几等。那时候是狂氪苹果啦，因为那时候打胖子也会掉苹果，所以那时候很快就过关了。点到外面，哇！哦，等下10点半要去露营，空岛不是空岛啦，船站。追梦人，夜幕降临，刷新一个已装备的特殊技能。哦，什么东西？基础技能在生存当日开始前8秒没有冷却时间。哦。
幸存者获得一个，但是死尸啊。那到了煞，电磁炮，哟，哎呦，解锁成就，拿到三样死士道具，哇哦！